第二十九题，已知元素对氧活性大小顺序为 A 大于 B 大于 C 大于 Z 大于 E。若 A、B、C 诸一的氧化物分别为 AO、BO、CO、诸 O 跟 EO，则下列何者不能够产生 BO？如果要产生 BO，就是 B 要得到氧，B 可以把活性比它小的氧化物的氧抢过来，然后它自己发生氧化反应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B 的活性大于 C 大于 Z 大于 E，所以 B 加 EO 是会作用的，B 加 Z O 也会作用，B 加 CO 都会作用，会把它们的氧抢过来，然后自己发生氧化反应生成 BO。但是呢，B 的活性小于 A，所以它抢不走 A 的氧，所以 B 加 AO 是不会反应的，因此它没有办法生成 BO。所以第二九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何者不能产生 BO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和 AO 共热。